王力宏香港红馆火力全开演唱会进入尾声，已经公演了两场的王力宏表演更加娴熟，吉他热舞相继秀出。此外，作为压轴大戏的神秘嘉宾也千呼万唤使出来。跟大家讲一个秘密，一个公开的秘密，他最想做的就是出唱片当歌手，所以他今天真的唱得很开心，我想大家都感受到了。除了和王力宏对唱山歌，成龙还带来了自己第101部作品《十二生肖》的首款预告片，他还出其不意地向王力宏送上一个吻，从而引发了全场最高潮。